世纪马拉松它更像是一个地铁的中转站，它会汇聚来自不同线路的设计人群到这个中转站中进行设计的思维和碰撞。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设计马拉松，我想是交融。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一个提升综合能力、锻炼组织协调能力的一个机遇。在丁老师的引导下，我更理解了从大局思考这一思维方式，而且国内外的教授们讲授的知识与技能也令人耳目一新，醍醐灌顶。在设计马拉松中，不仅认识到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专业的设计师朋友，而且还可以获得国际设计大咖的教学指导。设计马拉松是一个跨界多元化的时髦设计工作坊。在设计马拉松中，我可以见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专业的设计师进行合作，也感受到了不同设计师的思维方式。在2020年是疫情爆发的初期，设计马拉松也是第一年举办线上的全球直播。为了保证直播的顺利进行，大家齐聚工作室。最深刻的是第一次参加设计马拉松，那是一次24小时的连续设计竞赛。参赛者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产出一个相对完整的设计方案，大家都非常的认真积极。在参与组织设计马拉松工作时，需要统筹每个小组的工作内容和时间安排，更好地锻炼了团队协作能力。这对于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可以更快地融入和适应。第一个时候，我从外资孵化器公司，再到 Top 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再到现在的战略投公司工作，我直接到了5.6块，可以说启蒙了我之后的职业选择。起初，我只是希望不同院校的老师们能够在讲座、工作坊和展览之中彼此的共享成果，同学们能够在课外的设计实践当中呢跨校学习。本着这个初衷，设计马拉松不断的迭代，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果，至今已经是一个具备影响力的国际活动了。马拉松不断在探索与社会、生活、科技等相关的话题，它一直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国际性、创新性和话题性的学术活动。比如在2016年，我们透过科技与设计的融合探索未来生活方式，在2017年，我们以24小时跨界的快速设计高效满足企业所需。在2018年，我们关注老龄化用户，设计出更适合他们的互联网用户体验。在2019年，我们让银发长者和青年设计师共创未来生活。在2020年，我们重新定义疫情时候的共创学习。在2021年，我们探索健康安全的人居环境，一起设计可持续的百姓福祉。我真诚希望这个平台能够为各位提供一个紧密合作的机会，将设计马拉松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和深远影响力的跨学科、跨文化共创的交流平台，用设计让这个世界更美好，达到新高度，体现新水平，取得新成绩，越办越成功，越办越精彩，可以有更多优秀的设计案例和设计概念呢，可以在设计马拉松去落地。希望设计马拉松如同马拉松一样具有持久力。祝设计马拉松在每一年会越办越好。如果我的父亲问我能弄啥，我会告诉他还弄设计马拉松嘞。能够成为国际院校间最自由最快乐的表达设计思想、激荡设计思维的跑道。祝设计马拉松越办越好，生生不息。愿设计马拉松越来越好。祝设计马拉松越办越好，同学们都在马拉松中学习到更多知识，提升自己。欢迎来到设计马拉松。Congratulations to the Design Day Marathon team for the amazing program that they have put together for us again this year. Je suis passionné par la culture chinoise et j'espère que le Design Day Marathon aura beaucoup de succès.
I hope everyone can have lovely journey to find out your own life solution in Design Day Marathon. I wish the best to Design Marathon, and I hope in the future we'll continue to reinforce the power of the discipline. 이 디자인 마라톤 데이가 앞으로도 평생 잘 진행되기를 바랍니다. Os deseo de corazón todo lo mejor para la Design Day Marathon. Que vaya súper bien y espero que lo sigamos celebrando muchos años.